首先介紹紅白拳手，身高一米七，體重62kg， 生涯戰績3戰3勝2KO 嘅紅白拳手鍾培森，將會迎戰藍白拳手，身高一米七一，而家體重係70kg， 生涯出戰練習賽2次嘅林俊。好，留下面向記者影一相。而家請兩位可以飛心面對面，影一張相。好，唔該兩位。而家又請另外一位牛威拳手一齊上台。咁亦都係支持翻香港拳擊界，日後我一直再搞，推動翻整個健身嘅行業。Thank you 咁多位。我就正如一開始所講咧，因為都係本身大家聚焦喺香港本地。